粑粑人儿，拿一把粑粑人儿。明天就上清恰口牛，思密达。打韩服，我告诉你们啊，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根本听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你看他们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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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咱啥也听不见，看不懂，哎。也不知道他说啥，他乐意骂他就骂，看不懂。嘿。来了，粑粑人，一兜兜。哎呀，差一下，别吃。算了，你不吃，我也不吃，咱俩就都别吃。我吃经验，图什么？我图他吃不着经验，我能吃到经验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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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了！兜来蒙多一兜兜闪现兜兜兜兜兜好的兜兜兜兜我来一个哎呀可恶的蒙多回家了。对面绿巨魔人太菜了，这还菜呀？你不觉得他操作很好吗？这炮娘的配音确实有点意思。我直接起飞吧，他连个屁都不起飞了，兜兜兜兜兜。不过这波比啊，压制力肯定是没有维恩狠。起飞了，兜起飞了！你这点血吧，你就即使你能给我断了，他那又能有什么用？你说，
哎呀呀呀呀！你是不是以为你能打得过我？你是不是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小伙子，小粑粑人儿？我给你秒了一会儿。算了，饶他一命。回家了，来个箭袋，带个攻速。你是德厚，我是德厚啊！你看这蒙多，啊，你瞅瞅这蒙多，还跟我说不会玩，我操！蒙多是我爹，这才叫一个正经打野。这玩意儿确实不太好杀，我们就只能拆塔了。兜兜兜兜，起飞了！兜兜兜兜兜。粑粑人儿，你是不是以为你很幼？这个人总是征服者打出来往回跑，那他没技能了，他还能往我那边跑啊？他不死了吗？你这就不对。回家了，我们无敌了。嗯，还差一波无敌啊，这波还没有特别的无敌。粑粑人心态爆炸了，粑粑人一看就心态爆炸了，心态不行了，血给我勾他。哎呦，漂亮，往上倒，我就在后边上吧，芒多。哎呀妈，粑粑人来了，粑粑人好送啊。下路收了，发了个问号，啥意思？他想要四杀是吗？粑粑人心态爆炸了，不行了。我希望你打我能不能掉点血，快点出来，来起飞了，嘟嘟嘟，起飞了，嘟
嘟嘟嘟，起飞了！电灯笼，哎呦我操，宝宝人！哎呀，给我蹬死了！宝宝人不是心态爆炸了吗？真是不讲武德呀！闪现的不让摁，那击飞加个勾，勾是没办法摁闪现的。上楼收兵，但是这人头还是不是粑粑人的，还是机器人的。我们这650的赏金给了一个机器人，你这他妈难受不？我一看这粑粑人就想反夹啊，啊，俺们得来波中路了啊！这，看看凯隐搁哪呢？一抖抖抖抖。打得红了。回家了，无敌了。干哈呢，粑粑人？我不可能放过你啊！我跟你说。哎呦啊！你瞅呀！你老了的。敢瞅我！我是给你点面子了，我发现啊，那小犊子，给我俩皮，起飞了！哎，我闪现没认出来，算了，不闪了。可能是有点卡，所以导致我们的闪没认出来，没闪出来。毕竟74延迟还是有点卡。我真的摁闪了，但是他没出来。你们也能明白，飞科啊，20延迟，他在那说：“哎呀，好卡呀，好卡呀。”飞科就会这样说，你知道吗？飞科可以见得，这个延迟高确实是会有点卡。没有办法精确地做出我们的操作。今天这个亚索的双 buff 我要定了，只要我减速到他，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蒙多太猛了，你知道蒙多为啥猛吗？因为他跟我一伙。蒙多到对面，我就让他变成这个凯隐。
能明白吗？能理解吗？起飞了，嘟嘟嘟嘟嘟，起飞了 ，Q 不呀 Q？ 哎，这算击飞不？这能大不？这种吹哨的能接起来大不？不能是吗？起飞了，起飞了，嘟嘟嘟。起飞了！对，我也在想，那波比放完 W， 那亚索能不能放 R？ 水，你不死，你在干什么啊？你在做什么？对接儿的谁的接儿？我看看，谢谢。别看我是机器人的飞接儿，谢谢机器人的飞接儿啊！我起飞了，谢谢机器人的飞接儿，起飞了。我不是那个起飞，不是击飞，你没明白我意思，你知道吧？就是亚索那风刚吹到我那一瞬间，我能用 W， 知道吧？我可以用 W 来抵消掉。就比如说机器人勾波比，他马上勾到我那一瞬间，我直接一个 W 起跳，我就可以直接抵消他的控制，明白吗？他无法把我勾回去，我还是能照样走。这种的能不能接大招？起飞了，嘟嘟嘟！起飞了！愤怒！